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三级换血吧，三级换血也不一定会赚，但是打了 boss 只能抗阳，只能抗阳。 感谢西哥的鱼，感谢西哥，感谢西哥的丘比特之剑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走。不想看到海谷打他呀，谢西哥的这么多星数啊，谢谢谢谢，扛着海谷打他有点太亏了，我感觉。 谢谢大家的舆论啊！谢谢谢谢。我们先补刀，保持刀不少就能玩，保持刀不少。先踩一下 A W Q 拉开，正好 Q 拉开的时候顺便补个刀，问题就不大。好，开个空调，我现在抽空开个空调，我操，有点热。 36度最近，36度有点不行了，完了，36度。 手有点长，拉扯不过他呀。那个可能有点长。你看，玩优米号，你中了啊？你要换号是吧？你不打这个号了。1010，来拼，有点拼了。 不亏，他闪现了。这种时候就不要走了，走不掉了，因为再走我们一走，九筒过来追，感觉迟早能追到我们的。总体来说是赚的不太行。 E呢？给我打开！Nice！ 完成击杀。 走吧，走吧，别上头。双排，要上，那我到底上谁的双排？待会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就和游泳一样。你们说好就行，你们中奖说好就行。哎，巴西中了对吧？
问题不大。这波零花全赚。小豹其实已经等我六级有大招，等我大招好了，他已经打不过我了。这个剑还防出三路血，往上面啊，封他路啊！好，我该省剑了，我就不知道没死，省不省，反正他都死了。他进的双刀估计也是刚好，我看五一的也好，也是刚好。哦，鳜鱼打回来了，鳜鱼，可以。开两个，拖死，这时候得拖，不然这么着。我吃过了呀，海鸟鱼，你吃了吗？这剑怎么来拖啊？我感觉这个剑心态炸了，我感觉，这个剑心态是不是炸了？他来冲是什么意思呀，秦王？这来冲没道理的呀，你的剑玩的不如我的一根。不如我的一根啊，这剑。无敌了，无妖出来了。乱杀小包，刚刚问我怎么打小包的兄弟在不在我直播间？我们这把对面小包是不是没什么问题？对线没什么问题，反正就跟队友们配合打架就行了。鱼雷，你怎么说？跑不掉的，放弃挣扎，一起来踩一下 ，AQ 拉开 ，E 叉叉无妖 ，A 叉 Q 拉开，完美，完成单杀。反正留个可以出去的身位就可以了，问题不大。打得过我呀，来 AQ 同归于命。哎呦，这波伤害差一点点，我再高一点点我就不死了。我操，750，但是你这样呢你就很赚吗？防他确实很赚，还有点赚。
我天，也不下去了，应该是吵架了啊！我们抓两波下路，把这边抓的吵架了，应该是吵架了，冲不了啊！ 他们控制有点足，来一闪我，来，这么稳。 六杠一，集美大学，集美大学是什么大学呀？没听说过。我就到你前面去了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eah. 没有这么有用了，它还是有用的，反正硬带剑能带。哦，对面酒桶还真会啊，酒桶还真会。 能忍住吗？这让你忍不住，怎么可能忍得住这个塔不吃啊？但是我们怎么打着打着被翻盘了呀？ 对我们试打是打不过。想看戏法吗？就到你前面去了。
我也不敢轻易妄动，就竹筒两箭头。我们说这个，没摸看的剑我一打呀，哎呦，这把是个挑战，这把真是个挑战。我和游泳一样，节奏，走了一波节奏。能杀不？是，呜呼！什么叫一起来 ？Q 拉开。还行还行，要翻，没闪现，哥，别急。要翻，就是这个感觉，翻盘的感觉。十四级了，对位压小八三级，还行吧，还可以。大家学一下，上个大师是不费劲的啊，真的，不是很费劲，我只能说。行了，你再跟谁作对，你再跳我。还没闪现呢。说实话，不是我一个拖两个，你们为什么打不过呀？我杀了小炮球童来找我，你们应该怎么打不过呀？小鱼多少 CD？ 五十八，我这种五十八刚好够了。五十八都够用了。什么情况呀？
五十八37%啊，差不多。以前就是40%就够用了，以前。48%是32%好像。32%。打得掉吗？我还没到，我还没就位，兄弟们。先杀自己，不急。给我拉一下。闹麻了，你还点我了，哥们。闹麻了，哟。我操，怎么有治疗术跟双刀呀？抓我是不可能的，哥们。这个镜也是烧，不到最后技能就不放，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叫了双刀？就这样也好。我如果直接杀他的话，他不一定叫双刀，但是我这样觉得能给他烫死，他反而会叫双刀，他下一波更活不了。你属于是弄巧成拙了，你属于是。他更完美了一点了。我绕后，来，你没双招，来，还架狙呢，你狙击手也不看地形啊，这狙击手不专业，没我厉害，敢着，可以打。操，没 Q 死，我操，好难受呀！我开上了就好了，我想的是我能给他 Q 死呀。什么时候理发？我这不理啊，因为头发挺短的。哎，我这波，老公，败了，这波，败了。我怕开沙漏，他拉我距离，沙漏 Q 我，压我沙漏起身。等我一下，我都刚出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别急，剑魔。杀剑魔，哥们 ，OK， 这波他们引不到的，这波在 CD， 来，剑没闪现的是，打我的直接戳死，一起来再踩一下，一个 AQ 送你回家 ，Band 跑手，结束，这一波有点无敌吧，剑魔引不到的 CD， 我们直接上。理发我一般一个月理一次发嘛，或者20多天，我理发理的不是很勤，20天吧。走吧，下一波就杀不了剑魔了呀。53其实也够用，如果我们追求极致的伤害，是在买营业；如果不追求的话，我们就买信念驱使。其实 CD 够用了，只是移速其实也够用了，够用了，来吧，1054的法器，我再配个大龙1100，因为我觉得还有点出营业，因为剑魔这波出来是大影魔刀，知道吗？我肯定知道大影魔刀。像这个营业的暴击
我们的流血也能造成暴击，残血的话。你七天里的什么法？什么？抓住了！你移速不够快了。挑战我，开沙漏，流死 ，Q 一下。退身，退身，我操！不要吗？有奶？我们有奶吗？鳄鱼没打到什么鳄鱼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有奶吗？他俩还给我奶满了。我操！我猜到他 Q 闪了，我真 Q 闪，我猜到了，各位真的，你一起来！我操，这剑魔！啊不对，大眼魔刀！大眼魔刀呀！艾克玩的挺好的，真的，艾克这个拉扯挺美的，没办法，人太多了，大龙掉了，没事，我们打龙魂吧。别怕，除了剑魔跟秋冬，我都能杀。闹呢，哥们，以为自己真无敌了？冰线了，上路。打这个龙，主要是你大龙霸我推不进去啊。那我们其实还得蹲人。又是谁啊？小炮，小炮已经摸到水晶鞋。你有视野，先碰女妖呀，兄弟啊！完了，得先碰女妖。你阿基都不是空大了吗，哥们？换鞋吧，华山鞋，连钱也不够。
突破了这么多，鱼人没法做中单呀。哇，这有点痛。不能 Q 技术的，如果我们 Q 技术破球洞的女妖，我们就溢不出来了。我们 Q 技术球洞一个亿，我们直接就被他秒了，只能一起冲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小破也装变心了，小破变心大羽毛刀了，坏了。沉到海底去吧。我把什么拿出来？我也买女妖算了，我也买女妖，就通恶心人。这个简单得死，这个简单要死。大龙，哎，这鱼怎么被抓了？不管他，不管他。把线先处理了，为什么我们的兵线这么差呀？请问，我要给他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海浪。妈的，这大肚皮！干了干了，快点来！龙没了吗？请问？怎么又没拿到龙啊？
秒他，秒他，闹了，闹麻了，闹麻了，真的。就打大闪，这波就打大闪。我把大眼魔刀卖了，出了这个。这个说实话没有影魔刀有用，我真的。影魔刀是发爆发的。移速勉强够用，真的。两件移速装，我魔抗有点多，真的。他们除了近，全是魔抗。疯了吧！你要被抓了，哥们！就和游泳一样。有点鏖战。他们也回来了，回来还能打得过吗？请问？找一个绝佳的位置，下狙。哎呦，兄弟们，这怎么都死这么快呀，各位？一 W Q 三个技能也秒我了，反正。唉。